美式有毒贩呢，仗着警方没有搜索票，躲在家里头，向远景抓不到。我来不出来了，蹲着，都被逼到巷子死路了。蓝色衣服男子还想跑，妈呀，太狂了！你自己先跑了，好啊，赶紧跑呀，蹲着。身为嫌犯，他还想体面，但玻璃室大人照样将人死死按在地上，他这才从口袋掏出违禁品。你出来，求而已。东西啊，一级还是二级？二级啊。交出毒品吸食器，不过不止这样，男子相当狡猾，边跑边丢。警方沿路回头找，终于在路边水沟盖发现两袋白色粉末，是安非他命。这两个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别的？其实警察不是第一次盯上他，今年一月警方第一次碰到他，只是当下没有搜索票，没有强制力。小姓男子说要回家拿证件，但他人躲进民宅后就不出来了，还呛警察抓不到。远警隔着门都快气死了，于是把他长相印在脑海中。第二次同个警察又在路上遇到他，马上上前逮人。毒品。毒贩在眼前就这样跑回家了，这口恶气警察记在心里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这回终于将人上铐逮捕，绝不让嫌犯继续嚣张。这里和陈瑞新闻采访报道。